论生死，不计报仇。你平安回来，报了报一年的家务我做哈。你看到你的同胞们正在经历这种苦难的时候，真的是什么都不怕。妈妈，亲戚，亲戚，深呼吸了。武汉真的挺难的，但是我们国家都扛过去了。终于可以告白这个苦的日子了。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历经苦难，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，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、意志、力量的一次次升华。